而已。 好久不见。 非常感谢。 刘元芳。 大家好，欢迎欧瑞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马里，马里，你准备什么？我准备了很多东西。你准备韩文了？接下来我就用韩文说了。 很高兴见到你们，很高兴见到你们。我们好久不见吧？好久不见吧？哦，我们明天就来了，是吧？今天我看来有现场很多美女哦。 오늘 우리 아빠들도 많이 왔네요. 今天看来好像爸爸伯父们也来了很多。